你们会再来吗？真的，我想再来，会再来的呀，会再来，肯定会再来的呀。胜哥，如果饿的话，也没什么给你们的。掏出个馍片，哎呀，掏出个馍片，哎呀，哇，这哥，这是我刚给你那个吗？是，确实是你刚给我的，倒是。不应该有人接他，你知道吗？他拍了，然后没有人说话，这个才最好。就像现在这样，你说话没？就像现在你说完话没人接你一样，尴尬。哪有这么尴尬呀？怪不得脱口大会把你淘汰了。你们脱口秀大会都是先淘汰最幽默的人吗？哎，你这么说，呼兰哥可就不高兴了。哥，你真幽默。又夸我幽默了。